前方的黑色轿车刹车灯突然亮起，后车驾驶想避开，前方轿车却不断踩刹车，逼得驾驶按喇叭从外侧车道超车离开。但没想到黑色轿车驾驶急起直追，二度拦车还嚣张地把车子打横在路中间。你不管他怎么样，你想要那箱是那边啊，不是这边。你是白的，我打你车，我不知道。暴怒伯一下车就对着后车驾驶大骂，说因为这里有测速照相才会踩刹车，不懂后车驾驶干嘛对他按喇叭。别去打灯啊！后面车你给我扒，我当然给你扒。那边的啊。慢车道这边来的快车道了。后车驾驶不甘示弱，因为测速照相的位置根本就不是在这边，而且双方行驶的道路是快车道，对方猛踩刹车严重影响他和车上乘客的人身安全。更夸张的是，都已经主动离开现场，暴怒伯竟然超车，甚至把车子打横拦人，行径令人无法接受。不过从行车记录器看来，双方车速都很快，嘉义街头当街上演追逐拦车，也让碰巧路过的其他车辆提心吊胆。记者嘉义综合报道。